他来吧，摸摸看。好哦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高高，我是高高，我有个叫德文少干干团队22。我最近呢看到很多的留言说，梗图好笑的不是图本身，而是我的笑声。你们可不可以尊重一下我挑出来的这些梗图？很多都是我觉得有梗，我才拍的呢。可不可以冲着这些图，就先给我笑一下，给予尊重啊？好了，那废话不要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啊，对了，再次温馨提醒，开头同学现在都已经全部移到影片的最后面去了。老司机们千万要看到最后。来，第一张图啊，这是一连串的哦。这张图关美颜会变这样。关瘦脸会变这样，关滤镜会变这样，关大眼会变这样，这就是原图。这他妈一开始第一张图跟这个确定是同一个人，我都快觉得这是不同物种了。再来一张烂图，为什么要把肚子练得那么硬？因为我是印度人。好笑啊！各位小朋友，你有被光速踢过吗？屁啦！这个原厂用光速踢小朋友，小朋友会死掉。最近很长一段时间，那个我们中国，我们大祖国啊，风控不知道封到什么样疯狂地步了。2022长沙马拉松组委会公布了一个消息，关于2022长沙马拉松调整为线上赛的公告。傻小，马拉松改为线上赛，傻小。我看了什么？傻小，这个也好笑。便当好吃吗？嗯，蛮好吃的啊。但是你送错了，我要的是叉烧饭，你送的是鸭腿拼叉烧。原本买鸭腿拼叉烧的人没问你吗？哟，但你觉得好吃就好了。除了你，我才不在乎别的感受。祝您用餐愉快。怎么会有昆虫搬到飞行家长家里面？老鼠如果被这种陷阱骗到，还真该为自己感到羞耻。熊啊，你们真的蠢成这样吗？柬埔寨打工月薪10万，迅速致富。当我中了乐透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，但还是会给身边的人一点暗示。便当多加两颗蛋，您这个暗示还真的是太明显了啊！兄弟，方便借点钱周转吗？诶，你不是有信用卡吗？信用卡可以小额贷款。我知道啊，可是那个要还啊。再来这张图，当乡下的警察经费不足。我说这个警察这样真的追得到坏人吗？悟空问，请问西天怎么走？看到红绿灯冲过去就到咯。再来一个哦，笑着笑着就哭了的一张真理图，应该算是真理文啦、啊、你知道吗？女生说找不到男朋友，其实就像是站在自动贩卖机前面说不知道喝什么饮料。而男生说找不到女朋友，真的就像在沙漠中找不到绿洲一样。接下来这几张图有点污啊，你的大便看着你坐在马桶上玩了30分钟的手机时。还有这个，我的屁，听到我又在餐厅服务员说，对，我确定变态辣屎。在这个我不确定想表达什么意思。你的内裤看到你下单了一台 PS5 时，你冰箱里面的蔬菜看到你又往外拿走了2包小零食和可乐时，在这张图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很有共鸣？女生理发，理发1500，好了，这有差吗？男生理发，理发15，好了，是不？常常看到女生进去理发厅出来，好像没什么不同。啊，我两天进去，就像是回你祖坟修草一样，大动干戈，而且还比较便宜，是不？2022年过于光明正大，反而让人生气不起来的诈骗广告 ，No.1 得奖作品。不过是了，韩国最夯的神之除皱霜，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。这个诈骗广告太夸张，这感觉我阿婆涂下去也可以变成林志玲啊。在这个应该算是新闻里面的图被截图下来，传遍各大群组。我想说他应该会闪，结果他没有。这女的超猛的，逆向超车还怎样子，然后跟对象的冲击撞在一起。为什么相撞呢？我想说他应该会闪，结果他没有，所以我们相撞了。啊，怎么不是你超车的问题？再来这个呢，希望大家啊冷静看，好不好？这只是梗图，不是墨镜哥的立场啊、哦。这不是我做的图哈。有一天，耶稣口很渴，好不容易到了河边，想要舀水来喝，但最后还是渴死了。然后耶稣要打蚊子时，啪！
啊，然后耶稣不想看到这些，但是他没有选择。啊，不是我错的，我感觉这个画风也是国外画出来的，哇，不是我，不代表我的立场，我很怕。然后当耶稣点开我拍的这些梗图，向我解释为啥我不能上天堂，好不好？我自我处分，好不好？我不能上天堂，耶稣亲自来惩罚我了。所以我回到地球，看见他们把十字架放的到处都是。难道你以为如果甘乃迪复活，他会希望看到街上到处都架着狙击枪吗？他们刚好拿十字架当做我的 logo。我的故事里面哪里让他们觉得我会喜欢十字架？你们有想过耶稣的感受吗？这个应该可以登上三小新闻吧。小偷躲在床底，屋主在听相声，小偷不小心笑出声音，被报警抓走。这小偷也是挺投入的啊，相声跟着一起听也是挺可爱。帅哥哥你好啊。你谁啊？我还不认识你吧。我搜寻附近的人找到你。我是90后，长相还 OK， 身材不错，有需要吗？是长得挺正的，可是我已经结婚啦。成交易，保证不会干扰到你的家庭哦。我可以过去找你。我很爱我的老婆的，不用。那更表现不错，我用小账号测试你的，很好很好，晚上给你个惊喜。结果底下，哦，好险还没按出去啊！我老爸非常用心的帮我做了一份30分钟关于不带到另外一半发生关系的危害 PPT 演讲，结果上面一直放着我从小到大的照片。不带套的危害就是从小到大我的生长过程就是我的出生。好，接下来这张图要各位来留言发挥创意了，因为他没给结果，没给答案。来看图说故事，此时只有一个字能形容，来，你会想要用哪一个字形容？自行填空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可以发车了啊。前阵子万圣节嘛，那国外呢就很流行拿南瓜做文章嘛，像是有雕刻大赛的样子啊。然后有人po了张图，然后我就在南瓜雕刻大赛中被取消资格了。哎呀，我觉得他这南瓜雕的挺好的啊，怎么可以取消别人的资格呢？在这个挺隐晦的啊，真的是要道行高深啊，这个各大街小巷都钻过的老司机啊才会看得到。鱼开发出来了，9月10号发货。就一只鱼，为什么会安排在这个属于开车图的范围里面呢？不懂的话，就代表你真的太粗浅了。清晨花莲仅14.2度，今各地好天气，民企水气又增多。结果新闻底下大家都没在看字，大家都在看图，为啥呢？啊，真笑！清晨14.2度，妹子穿这样你不会冷吗？本想大声斥责这个摄影师在拍什么，但我发现他在关心这个妹子穿太少，怕她会着凉。那不看内文的这些乡民应该也都是在关心这个妹子了啊。所以我就问一句，底下的这个挂号资料照，这到底算是哪门资料？老板说饮料喝完瓶子可以带回家，所以我一口气买了7罐。在这张图言简意赅，只能说钱真的不好赚。为什么这张图会被归类为开车图呢？就是因为被旁边那两个阿伯，应该是阿伯级的，被那两个阿伯毒害过的呢，应该都能够明了。关键车牌号码，我相信底下一定会有专业老司机提供出来。不明白事理的呢，赶快啊去跟随底下的车牌啊！大家快点上车！不对，别上车！他来吧，摸摸看。好哦。已刷回一则讯息。已收回一则讯息。为什么人要这样对我？收个屁啊，传出来啊！猜猜我是谁？靠腰，这是哪来的大雕萌妹？想砸了你们？什么大雕萌妹？这是那一只狗啦！话说他叫什么狗，我忘了。按压百会穴可以解决脑雾问题，回家魂体贴决定帮你有改善脑雾问题。这就是我的体贴好男人，两个为一个座位而战斗的男人。这哇，这个我这不算是我能够接受的范畴，这车速有一点太癫狂，这车我不敢上。不对，别上车。
当他说要阻止你，但是后你依然活得好好吃。当男友每次都说要阻止你，但最后还是活了下来。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好了，影片专门的乐章啊，香蕉率100%的图，当做今天的结尾，直接看图。哇靠！墨镜哥，你竟然敢放整张图？这张图有什么不能放的吗 ？YT， 你看好，这不过就是沾了药膏的手指头，为何要塞我香蕉？我弄啊，戴丽，我弄啊！而冲着这个沾了药膏的手指，这么毒，毒到 YT 可能不听我解释，执意要塞我香蕉。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值得你按个赞。那个梗图频道啊、哦，这个新创的梗图频道也千万要给它订阅起来，这样子以后莫迪哥发新片的时候呢，你才比较容易注意到。好，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，See you tomorrow， 拜拜。